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防摔宝典吗？最近看到网友吐槽，大雪飘零，雪景很美，但是也很难走啊，一摔一个不吱声。还有人说，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冰面，而是马路上的长条滑面黑瓷砖，有一种零摩擦力的神奇。我今天就在那儿摔了一跤，特别是黑瓷砖加上薄冰加上散雪，蜘蛛侠来了都得去看骨科。的确，地铁或者地下通道的出口铺瓷砖的地方，汽车通行频繁的地方，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。贴心的我怎么会舍得让大家摔倒呢？今天为大家找到了一份走路防跌倒攻略，赶快收藏学起来。归结起来就是：低重心，外八字，碎步走，手臂伸，一摇一摆，保持平衡。没错，企鹅的步态就是雪天防摔的独门技巧。咱就说，经过14000多年的防摔倒进化，掌握平衡，企鹅是非常有经验的。此刻企鹅的内心该应该是：哎，不然你以为我这么走路是为了可爱吗？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犹豫，学起来。如果你觉得太可爱了，我再教大家一招，既优雅又不是牌面。你把那个帽子、围巾、口罩、墨镜都给戴上，再这么走。话说，防滑你学会了吗？